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哦。麻烦你一件事情，把这整个数值算出来，怎么算？麻烦一件事情哦，你要看清楚来，这中间没有写代表省略什么号？乘号。换句话说，把它乘它，加上它乘它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慢慢来，这样行不行？首先我们看第一个，题目要求多少？ sin 420，所以说麻烦你先把420度的图形画出来，行不行？怎么画？我一再强调，角度从 A 轴右手边开始画起。什么叫420度？转一圈几度？360度。420度比360度再多几度？多60度，可见中边是在这边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麻烦你抓住中边，对 A 轴做垂直，这样行不行？画图形之后，麻烦你标长度，告诉我这几度？60度。所以说马上2比多少？ 1 比多少？根号 3， 这样行不行？那这个角在第一象限，所以告诉我全部都什么号？正号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麻烦你一样从斜边开始，题目问你谁？ sin， 所以从斜边开始，平平的 sin 是几？二分之根号 3 是出来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这第一个算出来了。再看这个负的510度，一样，角度从 A 轴右手边开始，对吧？哈，正号逆时针方向旋转，负号顺时针方向旋转，行不行？所以负的510度，所以说先转360，再转几度？150度，对不对？比90度再多60度，有看到？所以中边在这边，有看到？一样，抓住中边，对 A 轴做垂直，这样行不行？标长度，对吧？好，这边只剩下30度，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因为刚才是510度嘛，转了360，再转150度嘛，所以说这边只剩下30度嘛。算比例是几？2比1比根号 3， 这样行不行？第几象限？这角在第三象限，有看到？第三象限平平的 A 轴，直直的 Y 轴，第三象限 A 轴负号 ，Y 轴负号。先把图形画出来之后，抓住从斜边开始。题目说谁？ cos， 平面叫 sin。直直的叫 cos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cos 是几？二分之负根号3是出来了。再来138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角度一样，从 A 轴右手边开始转一圈360，两圈720，三圈1080，四圈1440，告诉我有没有转到四圈？没有，只有转几圈？转三圈嘛，所以扣掉1080度之后只剩下几度？300度，所以说转了三圈再转300度，90 180 270 300度，比270再多一点点，3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抓住中边，对 A 轴做垂直，画图形，标长度，告诉我这边剩下几度？60度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刚才讲过啊，1380度转三圈嘛，1080度再多300度嘛，多300度90 180 270嘛，比270要多一点点，30嘛，所以说这边是剩下60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马上2比1比根号3定胜负，是在第四象限，第四象限平平的 A 轴直直 Y 轴，对吧？第四象限 A 轴正号 ，Y 轴负号是出来了，一样，抓住从斜边 S， 这样行不行？今天求谁？求 cos， 平平的 sin， 直直的 cos， 所以 cos 这时候是几？二分之一是出来了。再看180度，这样行不行？我讲过，对吧？九。什么叫180度？从这里开始一样，90 180 180度，告诉什么？这个象限角，对不对？老师讲过，只要平平的 sin 都是几？0，这样行不行？不管0多180嘛，
只要平平的 sin 多是几？零，对吧？是在左手边 cos 是几？负一是出来了。所以说 cos 180度就是几？负一，这样行不行？之后把这化解，把这乘开是几？负的四分之三，这个乘开是几？负的二分之一，把这两个合并一下，算出来是负的四分之五，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麻烦你把这题把它怎样整理一下 ，OK。